这个是文良的卡的高山瓦斯转卡式瓦斯的转接头，它怎么使用？它这边有螺纹，把它旋到这个原来设备的高山瓦斯的接头上，旋上去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卡，有一个那个卡榫，卡式瓦斯的这个缺口对这个卡榫，这样子压上去，直接压上去之后转过去，直接转过去，这样就卡住了，卡住了之后就可以使用，这样就可以使用。OK。